周三欧联三七亚特兰大对华伦西亚，亚特兰大上仗意甲主场以2-1反胜罗马，喜获两连胜。亚特兰大在近四仗3-1，状态不俗。另外，亚特兰大在此四仗共攻入13球，火力颇为旺盛。更要注意的是，亚特兰大今季11次联赛主场6得6胜1和4负，主场上具威力。华伦西亚上仗西甲主场以2-2逼和马德里体育会，近四仗首次取得分数。其实，华伦西亚在近5仗只得1胜2和2负，表现欠佳。更甚是华伦西亚在近5仗只入4球，更连续3仗共失7球，防守颇为不稳。论近况，无疑是亚特兰大优于华伦西亚，加上前者今仗有主场之利，故可称先。让球 -0.5 -1 的亚特兰大主胜，博得过。